这一队怎么了？你们他这一队玩有什什么么社问题区？吗？这游戏可以跟怎我么讲这么一难下？玩啊？这游戏超好的聊天室一直跑出女仆这两个字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？你们好难玩的游戏哦！德平倒水好不好？倒水。玻璃。好。应该是这样子吧？哪样子啊？这样子吧？应该干嘛啦？打兵打碎嘛，对不对？巧克力这个宝箱得我啊！不要啦，你拿另一个啦。另一个已经没机会了。有机会啦。为什么变成黑曜石？那个宝箱得我了啦。不要，不要，你过来，我一定弄你。哇，你过来我也弄你啊！我们是等一什下，么为什么？我没有动地板啦、啊。没有没有，是我的问题。没关系，我太久没玩了，对不起。我们有两个宝箱的量，可以的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你有两个宝箱？峰哥，你去拿另一个啦！不要不要，对不起，没关系没关系，你可以拿到另一个，我队友拿是不是？我给你另外一个，那个我们拿了，那个我们拿了。哎、欸，好，那个我們拿，那你怎么没有无限水源？有啊，有无限水源啊，放出来啊！你在干嘛，泽平哦？啊！我有办法取得铁吗？我在理解这个任务啊！哎哥！哇哇哇哇！杀回了！下面有人在写字。嗯嗯嗯，过去啊，想一下。嗯嗯，我在你旁边。嗯，这样你就不能让你用死。嗯嗯嗯啊！在干嘛？脚超死啊！哎，这样是错了。实力全开哎、欸，你们！那隐约我们就只能当自找武器了。哎，这边打死了，我们就好好的打吧。为什么？是去别人家那边拿。哎，泽平，你的水嘞？你的水倒在哪里？哎呀，就把所有木头拿去，还是可以干掉一队的，别的东西啊。泽平，松手，牵制你松手。泽平，你没有嘴巴吗？泽平。哎呀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哎呀，你的嘴巴嘞？太赚太赚了！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太赚太赚了！有人来你都不会讲了吗？泽平，音乐通了，赚！好，太好笑了！发生什么事了？赚！等等啊，我先帮你做一把实践呢。我的队友到底在干嘛？而且他的水到底在干嘛？我的队友，我看不懂啊！太好笑了，太好笑了！二十点，我放里面箱子，也放一点木材，死掉了。木材你可能要去自己去打一下。我，好，我。哎呀，我完全不懂我的队友在干嘛。我放你下去了。太好笑了，这下白痴了。对，帮我放水下来，我个屁呀！哦，好，等一下。汪汪要嗝屁啊！谢谢各位，汪汪，谢谢各位，汪汪太会了，太厉害了。巧克力你会死掉啊！我没了，还有线吗？没有，这边没有。纸片，你听我说，脆下去的是谁？最后被我脆下去的是谁？你有死掉吗？都死了。纸片，你听我说，我完全不懂我队友在干嘛。没有，我说另外一队，有，汪汪也死了，也死了，死了。哎呀，奇怪，只剩愉悦了，只剩愉悦他了啦！杀掉三个，好爽哦！只是把他弄掉了，我连黑曜石都做出来了呢。黑曜石，天哪！只是把干掉了。那以后我跟这个队友一队，我就直接先跳下去比较快啊！加油！与其怀抱希望，不如一开始就绝望啊！这游戏好好玩啊！不然我把那个东西做那个另外一根钓竿呢，比较快。我还想说，怎么可能会有弓箭？差一个线呢，差一个线就可以过了。人都直接到这里了，我的队友连个叫声都没有。没有其他东西啊！冷静。不要激动，冷静，嘴巴长到哪里去了？气死了，超哀怨呢。对呀、啊，他至少八个惨叫，或是什么有让我有点意思也好啊，对不对？哎、哇哇，你直接掉下去了！激动，他们怎么做出来的 ？PK 了，冷静，我就说冷静，不要激动，你们不要冷静，不要激动，你别上啊，娱乐。克制！哇！哇，这么近还在连续射弓箭，哇！射歪了！用砍的！云月，你可以的，云月！哇！哎呀，烧水没有？
我没有锁甲、啊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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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恭喜恭喜恭喜太可惜了。好的，今天就到此结束了，拜拜。过 QQ 的啦，金苹果，金苹果没有用，金苹果只有多两颗星，不太够。好，下一个没有啦，没有人的啦。你还在那边推什么？没有人啦、啊，你是最终获胜者啦！哦，好，恭喜恭喜你啊，恭喜你啊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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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、欸，我还不知道这是谁、欸，你哪位？这 ID 很难认呢、欸。恭喜！哦，最难的 ID 很难认，这边人就这样子，旁边是怎样？发生什么事情了？神乐 RSH 是怎样？什么？大家要自己小心，跟那个 K 开头的队友会要非常的厉害。赶快把 RC 设定一下啦！哎、欸，这个要拿到两个箱子才可以做弓箭呢、欸。对啊，对啊，就是啊。要不然你拿到一个箱子你就做弓箭的话，那你不是被人家射死吗？没有啊，起码对凝血感觉厉害。箭只能射四次啊。哇！哎、欸，要重置好了吗？要重置好了吗？还没，还在等那个框架下去，一百秒，那不三十秒。紫片，你刚过来是怎样？我看到那个青，你们不是有铺一条路到中间的箱子，然后我就铺过去，然后走你的路过去打你啊！你是先打、就是、先打另一个人吧？前人留下的路，我无视他，没有，我无视他，你完全无视他。因为你比较好打、啊，他连理都跟我玩吊杆的时候就被打了，这就是战术、啊。我旁边那个连理都没有理会你，是不是？可是那只有大概一秒钟的时间，我觉得他也来不及啊。没有，你要说他就是一个完全无视于你，他根本存在不知道在干嘛的家伙，有没有清掉啊？真的，我迅速的直接把你走下去了、啊。你是被风吹过来的。你安静啊你！对不起。你不要我一开始就叫你放水，我掉下去完全看不到水流哎、欸。对不起，我在做无限水源。你做无限水源跟放不放水是两回事，我气死了。不要难过，不要难过，你下一场应该不会跟我同队了。不是难过啊，哎、欸，不一定哦，不一定哦，下去啊，那边可是很难看清。烂透了，感谢我的兵啊！以后纠正我的人全部都崩掉了，烦死了。好，生气了，我现在职业倦怠，我现在暴怒，好不好？你可以打暴怒，可以啊，暴怒。哎、欸，为什么允月现在是金苹果状态？把它清掉了，清掉，先把它杀掉了。我刚刚看到两颗，快点，谁把它跳掉？没啊，进去就会清掉了，进去会清掉。不要小看黑科技，再分队啊！對啊你不容置疑的黑科技。哎、欸，他有两张脸的允月，不要让我跟那个是面具的，来，有两张脸。哇，巧克力，巧克力，巧克力，恭喜！哎、欸，汪哥，错吧？应该是汪汪对吧？汪哥，对，可以的。你不用暴怒观众，你暴怒你的队友就好了。我 PVP 很弱啊！我跟你讲，你先死掉，就可以加300战力了。峰哥，你们死了！小峰，你先把队友杀掉啊，不然的话你会觉得你有队友，其实你没有。我们要高挑的身材。那怎么样？我等一下开场就跳楼了，我现在交给你打。可以，没有问题。等一下再上演一次。什么东西啊？还是要公开通话通话？通话是啊。分有在。是，没。可是我们人少，其实我觉得还好啊。红色是不是？哪边的？坐等哈记来。哎呀，这跟哈记想要代开通话，一定是想要获胜。没问题，耶、yeah ！这样一定获胜，来。你负责冲，我负责先做那个。好。我怕封住黑曜石。那个蓝队可以先无视，让他们自生自灭。没问题。OK。我刚的嘴烂透了，我还以为我都被弓箭打了。哦，走。啊、看完全看不出来隔壁什么，我先弄那个好了。OK， 反正我打泥土，一手，看到了，隔壁一边是红队、欸。上一场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就你盖啊，我就直接把你勾下去啊。所以是你的那个正反没有反啊，嗯。我觉得你先放个水好不好？我放一个。好，直接放这边。哎、欸，你好、哦、也是可以的，可以。要把它打下去了。哇，那我要去跟雨月对峙了。
有，他还没，他还没。可以吗？泥土够吗？可以。你让泥土我放箱子。哎，还有一段距离。会。有哎，宝箱已经被他们拿走了，好快哦！真假的？已经拿走了。啊、超快的。这边还没拿，这边还没拿。那个他们那一队不会拿。但是那个云月他们等一下就已经会可以做工喽。真假的？两边啊，哇。对啊，哎，他们超快的。好猛哦！太快了吧？是在快什么、啊？不可以这么快。他已经算好那个数量了、欸。我是有算过了，十个就可以挖到。OK， 收一收，还差一点。你看一下云月，我怕他随时可能弓箭就来了。悠悠，拿到一个。没关系。下雨。等一下，小心雨月的那个就好了。哦，有一个水桶，我放箱子。石头，我先做。你要做斧头还是剑？斧头。斧头，好，来石斧。哇 ，nice。那我来种树，种外围。好紧张哦！刚那场死太快了。超迅速结束！你撒那个？对，我撒骨粉。我们下面有水哈，有水都 OK。有。纸片感觉会比较想要冲过来哦。这条路感觉蛮可怕的。我们被两队夹攻。嗯，应该可以啊。比较弱的在斜对面。没有，就要想平常我们两个都是非常杀的，他们应该不敢冲过来。我觉得隐约要比较小心啦、啊，因为他那个箭矢随时都可能咻。哦，你那边哎有水桶哈、哦，要不要一人拿一个水桶，然后身上放水？哦，水桶会有两个、哦。对啊，因为你刚刚那边不是箱子拿了一个水桶？我都放箱子里了。对，我是说一人拿一个，我放进去。OK。哦，我先做个无限水源。好，行。我觉得我们可以那个啊，叠高然后掉，不过就要小心隐约他们的弓啦、啊。对他们有弓，我们就不太能这样玩。有一个树苗，这边到处先放水哦。好。就应该还是可以啊，反正就掉下去的话，只要掉入那个水中就没事了。OK， 我先挖大量的那个这个石头，等一下叠高。好，我这边木头也蛮多的，会，拜托，种出来，最后一个，哎、欸、有，又一棵树，运气还不错啊，然后木头的资源也很多。有，这边石头也不少。哎、欸，那个纸片，想要来。我先做个工具，没有斧头。对，武器要有。有了。想干嘛？钓竿，钓竿在那啊。对。好 ，OK。我就觉得你要不要也做钓竿啊？里面有两个那个蜘蛛丝。好，我来做一个钓竿。毕竟宝箱已经哎、欸，果然哦，666，哇，正常发挥。哦，太凶了！哦，他们两个一起殉情了。哇，哎，这样变我们是夹心饼干了。哎、欸，不对啊，那个纸片他们那一组现在是往那边扑，他们没看到我们呢。可是过去的路上很可能怕被那个弓箭。啊、对，他现在拿弓箭，真的是个威胁。哦，射雷箭了，哦，下去了。哦，碎，哇！哇塞，好恶哦！这样子刺激哦。杀了几个人啊？两个人的吧。哇，好恶心哦！可以。不、哦，弓出来，是弓啊，钓竿。哎、欸，钓竿，一二三。这样，我们一定要跟雨月他们有一些对峙啊。要直接先叠过去吗？他想要射，我就给他射。喂哟！
反正可以再补血。